神农大帝众神明庇佑十三乡的国小毕业学童能够完成这项毕业的活动。我们从学校出发，一出发觉得天气有够热，感觉体内的水分都快被太阳烤干了。我们沿着古风的山边走，一路高高低低，真希望下一场大雨。不过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我在拿锅把肉加进去，而且我们去找好吃哈、哦。蛋蛋这是你的。晚上我们在为睡路去扎营，晚餐则是我们自己煮的火锅。还秀了一手好厨艺，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他这样的好厨艺。一、二、三，加油！第二天是我觉得最辛苦的一天了。我们沿着193线道，从鹤岗往自强外一间的路上高低起伏，好不容易到了光复糖厂，老师宣布一个更惊人的消息：因为时间太慢了，我们明天回来再吃冰吧。我的老天爷啊，真让我想躺在地上打滚。幸好，随着时间过去，天气也慢慢转凉。我们沿着花莲海边的车道，吹着徐徐风海风，看着大海，我的心情顿时海阔天空，一切的疲劳也抛在脑后。晚上，老师带我们去吃东大门夜市，填饱了肚子，我觉得我的身体就充满了活力。最累的地方，最累的地方就是去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线？那个山上那个那间，我怎么知道？我用纸箱。监狱吗？那个那一间场所，那个爬坡，那我是最累的。最喜欢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他这样子，然后他有一辆光，然后是他上就卡，然后都卡累了。啊，我倒累。今天开心。在去桥的下面，那个桥下坡，然后我没有请，然后那个就很快，对，然后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决赛 ，OK， 六，六十二分，口渴吗？今天晚上骑到台东好不好？你饿哦？等下吃五碗饭好不好？好凉啊！第三天早上，我们离开花莲，抵达鲤鱼塘的自行车道。也许是前一天下了雨，感觉没有那么炎热。我也觉得脚下的踏板更轻松，途中老师还带我们去溪边泡泡脚，我真想整个人脱缰跳进冰凉的溪水游泳，可是我想应该会被骂，还是算了吧。
到了晚上，我们住在瑞穗的椰子林温泉饭店。虽然骑车很累，但是一听到有温泉滑水道可以玩，我兴奋的不顾身上的疲劳，跟同学们疯狂玩起游乐设施。哈文和大坡的同学溜滑梯溜到裤子都破了，还舍不得回房间，一直玩到十点，老师叫我们回去，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房间。没想到进了房间，老师还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帮我准备蛋糕。不过我实在太累了，唱完生日歌就睡着了。最后一天早上，老师说五鹤台地是最后的难关，但是很神奇的，我并不觉得累，也许这就是老师所说的成长吧。回顾这四天，虽然很辛苦，皮肤也变黑了，但是内心却充满着成就感。我相信这一次难得的成长经验，一定能成为将来克服困难的养分，让我们飞得更高更远。再见了，万安国小。申请。对了，不想讲话，让我休息。我可以回家吗？心情呢，就是还好。很累吗？还好。讲完了。很好啊，我很累，以后不想碰脚趾。小太棒了！然后快到，开到学校，开心了。对，还好。算不错，心情还算不错。拿来。想不想再骑到真心？不想了。有波折才会有我